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为了让托育人员的工作日常和专业被看见，由台湾公益社会实践协会承办的托育专业与爱看见被看见日常生活纪实摄影展，14号的上午是在花莲社福馆的一楼大礼堂举办了开幕仪式，现场也安排了曾经接受照顾家庭再次的来和保姆相聚，希望透过日常照片的呈现，让社会大众感受到托育人员和受托家庭之间的无私的爱以及照顾和陪伴对儿童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家庭背后总有个默默支持的托育人员，为了让托育人员的工作日常与专业被看见，由台湾公益社会实践协会承办的托育专业与爱看见被看见日常生活纪实摄影展，14日上午在社福馆一楼大礼堂开幕，以日常纪实展为主轴，动态表演为聚焦，让曾经接受照顾家庭能有机会再次与保姆相聚。安全的议题呢都特别的被家长重视，那所以呢我们保姆呢也深受了非常大的一个工作压力，那所幸呢我们公益实践协会呢在我们蔡秘书长的这个推动之下呢，他不仅要建置最新的数位系统，那跟保姆呢24%站在一起哈、那所有的状况协助辅导跟处理呢，他都可以一起来提供专业的一个意见，那尤其是在跟家长的沟通方面哈、他们都有非常专业的一个协助的技巧。很多的照顾的议题对于有幼儿的妇女来讲是非常大的压力，她选择经济跟她选择照顾孩子其实是一个两难，那非常非常的感谢各位保姆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专业的托育人员，然后来解决其他妇女的需求和问题。那今年5月在定期会的时候，我其实有请社会处要盘点所有公共空间能够把它布置成一个地点临时托育的场域，然后让很多更多的妇女来使用这种地点临托的服务。那很高兴的是在十月就快到花莲的社福中心，就在旁边楼下哈、旁边，然后已经有一个地点的临托服务，那这个是非常好的服务措施，那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家长有需求的妇女能够来使用。让保姆工作的专业与爱从日常浮现，透过两个视角，保姆的看见让保姆的工作被看见，让社会大众透过摄影展感受托育人员与受托家庭之间爱的流动，并了解专业照顾与陪伴对儿童的重要。托育专业与爱看见被看见日常生活纪实摄影展即日起至21日在社福馆一楼大礼堂展出，23日起在社福馆4楼展出。记者蒋邦彦华联社报道。